台长告诉大家，很多人都希望有一些好运。我告诉你们，好运从哪里来的？好运是从你的意念和你的观念当中来的，因为你有好的观念，才会给你影响你的行为和思维，所以行为就会有结果。要想有好运的人，要修正自己的观念，不该做的不要去做，不是我的不要去做，遇事情要冷静，要检查自己的行为，多想一想别人，多为别人想，你的好运很快就会来。